Welcome to this special broadcast exploring DRM technology. I'm Scott Hollinger. We're here to share how KTWR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you listen to shortwave radio. Our new transmitters use digital radio mandial technology, or DRM for short. DRM provides a strong, clear signal so you can enjoy the broadcast of KTWR.该程序是耶稣兄弟雅各的圣经经文教学系列中的第一篇。该系列最初由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教员圣经教会的吉姆塞西（Jim Cici）牧师教授。现在，听詹姆斯有着急的人。和往常一样，我知道这对在座的观众来说可能是例行公事，但我们总是想确保我们向我们的广播听众致意。 也许是第一次，甚至是我们的互联网观众，也许是某个人刚刚通过某种方式并决定今天早上降落在这里，那不会很棒吗？甚至可能在6年、7年、8年或10多年后，有人可能会收听此广播，我们也想欢迎您。我们非常感谢上帝成为世界各地上帝家庭的一员。我知道罗马尼亚也有人在听我们说话，当然这是他们的晚间服务，其中一些人以小组形式聆听。 因此，我们有幸拥有本地观众。我祈祷上帝会扩大我们的全球观众群，不是因为我们有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爱主耶稣基督和爱神的话的人。阿门。考虑到这一点，请你转向雅各书。我们将逐节阅读这封奇妙而伟大的书信。这可能是新约中最古老的书信，写于公元45年左右，就在长老和教会领袖聚集在某个地方之前的几年，称为耶路撒冷会议。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们解决了我们今天仍在经历的问题。我们今天早上聚会时正在庆祝的解决方案。这封书信及雅各书被正确地称为指十二个部落的书信，这是在第一节经文中说的。关于分散的以色列和犹大国家的十二个支派的含义一直存在很多争论，或者这十二个部落像指诸神的新子民，称为基督徒，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到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 这本书不仅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我们的。大家请说我，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在这五章的书信中，一节一节，一节一节，108节，都是关于我和上帝，关于我们和世界。它是写给上帝的子民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他们应有的样子。有人听到这个同意吗？不完全是你想要的生活，你想变得更好。这封信被分成了一些小步道。 事实上，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奇妙的布局。我们所有的牧师老师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教授他，这样你不仅会得到雅各书的味道，而且你去感受一下我们牧师团队的味道。我们很幸运拥有一支出色的团队，我喜欢坐在我们的牧师手下，接受他们的教导。你会发现这本雅各书是一本非常旧约风格的新约书卷，它涉及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涉及的许多主题。 坦率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说我需要那个。我想要做的是给你一个雅各书信的概述。如果他谈到了您需要的主题，只需对自己耳语，我需要那个。那是写给我的。在第一章中，处理日常的试炼和日常智慧的需要，以及增加财富的挑战，克服时时刻刻的试探，享受上帝的良善，成为行者而不仅仅是听到。星号，星号，星号，我需要它。在第二章中，抵制偏袒和偏见的罪。 爱我们的邻居，讨信仰和行为生活，有人吗？我需要他。当我们来到第三章，驯服蛇头，辨别尘世智慧，是天上智慧的对立面。在第四章中，处理自私的欲望，破坏性的骄傲和致命的判断主义。星号，星号，星号，我需要他。在第五章中，处理日常的贪婪，过一种坚持不懈的生活和祈祷的治愈能力。当然，还有恢复与上帝相交的罪人。每个人都说我需要那个。 我们中间谁没有？神的灵将使用这108节5章的书信。你知道什么是书信吗？这是一封信，写给你和我。底线是这样的：作为忠实的追随者，这将挑战我们，不仅要谈天说地，还要走在路上。这就是为什么这封信的主题是行之有效的信心，不仅仅是谈论他的信仰，一种对此有所作为的信仰。
难怪学者们将其称为新约智慧之书。我喜欢称它为新约箴言。我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箴言的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出版。由于这本书与耶稣的登山宝训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你会发现雅各引用他兄弟的次数超过了新约的全部内容，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六和第七章。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对登山宝训的反思。王国活在此时此地，尤其是我现在。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我想开始我们的说明。我无法涵盖所有108节经文，这将花费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正如您在校园圣经教堂所想象的那样。我今天几乎不会读完第一节。让我们一起读第一节，请大家和我一起阅读新美国标准版。这就是将要传讲的版本。詹姆斯，上帝的仆人，让我们从头开始。星号星号星号，我需要它。在第二章中，抵制偏袒和偏见的罪，爱我们的邻居，靠信仰和行为生活。有人吗？我需要它。当我们来到第三章，顺服舌头，辨别尘世智慧是天上智慧的对立面。在第四章中，处理自私的欲望，破坏性的该傲和致命的判断主义。星号星号星号，我需要它。在第五章中，处理日常的贪婪，过一种坚持不懈的生活和祈祷的自愈能力。当然还有恢复与上帝相交的罪人。每个人都说，我需要哪个？我们中间谁没有？神的灵将使用者108至5章的书信。你知道什么是书信吗？这是一封信，写给你和我，底线是这样的。作为忠实的追随者，这将挑战我们，不仅要谈天说地，还要走在路上。这就是为什么这封信的主题是行之有效的信心，不仅仅是谈论他的信仰，一种对此有所作为的信仰。难怪学者们将其称为新约智慧之书，我喜欢称它为新约箴言。我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箴言的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出版。由于这本书与耶稣的登山宝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你会发现雅各引用他兄弟的次数超过了新约的全部内容。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六和第七章。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对登山宝训的反思。王国活在此时此地，尤其是我现在。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我想开始我们的说明。我无法涵盖所有108。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得到的。耶稣至少有另外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所以那个家里有七个孩子。因此，对于父母，至少有一个九口之家，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但不典型的是，其中一个人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这必须改变家庭动态。请问一下，你们有几个有哥哥姐姐的？你会举手吗？星号星号星号，有多少人会诚实地说他们很难相处？我会的，我有两个。我是六分之五，事实上那是我的名字，六分之五。我的圣诞礼物是二手的，是没有破洞的袜子，谢谢各位大哥。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诚意主义？你们中的其他人需要过上好日子，我敢肯定。所以和被认为是上帝的哥哥们一起生活已经够艰难了。但是和一个真正的人一起生活，你能想象吗？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耶稣作为人子，在智慧和身量上都有所增长。尽管如此，他也是神的神圣儿子，所以他常常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孩子，他和其他任何